我是燕儿，我是马叔，我是洞洞，我是七仔，我是索索。什么声音啊？感觉像是恐龙的声音。喂，在哪儿？好像是从玩具箱里发出来的。哇，是一只红色的驯龙。哇塞，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呢？哇，是玩具世界。嘿，豆豆，你看，我们面前有四只恐龙哎。我知道了，他们是量子战队之恐龙守护的玩具，超变合体机甲、光辉战神和破空战神。哇，原来是守护恐龙世界的量子战队耶。没错，光辉战神和破空战神不仅拥有恐龙形态，还有战车和机器人形态哦。听起来也太酷了吧。洞洞，我们一起给他们变形。嗯，量子战队超能变。就战吧，战车形态变形完毕。哇，果然还是卢修的驯龙战车最酷啦。不过我觉得拥有超强防御力的剑龙战车才是最棒的。不过刚刚说还有机器人形态呢。没错，看好了，火空战神合体完成。Cool. 没想到机器人形态更加炫酷了。没错，光辉战神和火空战神不仅关节灵活，涂装颜色也十分还原动画哦。哇，是紫鹿的魔方战魂哎！这款玩具可是有魔方战魂、长龙战车和长龙模式三种形态哦。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变形看看吧。铁战吧，向前进，不放弃，一起来守护，看满途中梦想出发。哇，魔风战魂的三种形态都好炫酷啊。共同召唤新人，不去冒险。它不仅关节灵活，变身时发出的咔咔声也是爽感十足呢。越快看，不好，市区里出现了不明恐龙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月儿你快看。什么声音好大呀，耳朵好痛。不好，是司徒营由恐龙宝宝改造的科技楼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谁来救救我们呀？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别急兄弟，我们来帮忙了。哇，是量子战队，这下恐龙宝宝有救了。启动双人合体程序。超能剑出击！破空加农炮发射！太好了，量子战队成功解救了恐龙宝宝！光辉战神、破空战神，你们太棒了！棒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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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具合理，永远会叫妈。